今天是9月21日星期五，中国竞彩足球共有35场比赛在售，其中日职联、法乙、荷乙、德乙、德甲、英冠、西甲有多场焦点赛事。竞彩单观开售一场日职联赛事，多位老师状态出色，吴俊豪法乙12连红，英冠8连红，郝冲法乙9连红，严翔法乙6连红，范德彪英冠4连红，单观4连红，飞猫得以近期18推15红，单观4连红，郝迪何以6连红，杨博何以5连红，陈明单观5连红，边疆德甲5连红，小鱼儿西甲4连红等专家表现抢眼，大家可以重点关注。昨天彩蛋再次命中，伊达3连红，今天冲击4连红，依然文末看彩蛋，竞彩编号001，开赛时间09:21:18。30清水股东 VS 大阪钢巴，今天仅有一场日职联赛事，竞彩单观赛事2018年9月21日下午18:30，日职联第27轮，清水股东主场迎战大阪钢巴。清水股东目前排名日职联第10位，大阪钢巴表现低迷，排名联赛第17位，目前为保级努力。不过大阪钢巴上一轮客场2-1战胜了神户胜利船，此役做客能否继续爆冷不败抢分呢？竞彩猫专家陈明单观5连红，肥猫和范德彪单观均4连红。进入陈明、肥猫、范德彪等专栏查看单观推荐，竞彩编号003，开赛时间09:22:00。30桑德豪森 VS 科隆，今天共有两场德乙联赛。2018年9月22日凌晨00:30，德乙联赛第6轮赛事，赛前排名联赛第17位的桑德豪森主场迎战排名第4位的科隆。桑德豪森开局一胜难求，状态十分低迷，科隆上一战主场爆冷3-5不敌升班马球队帕德伯恩，遭遇赛季首败，本场比赛科隆做客能否在低迷的桑德豪森身上反弹？竞彩猫专家德乙联赛肥猫最近18推15红，进入肥猫专栏查看德乙串关推荐，竞彩编号005，开赛时间09:22:02。00勒阿福尔 VS 特鲁瓦，今天共有8场法乙联赛。2018年9月22日凌晨2点，法乙联赛第8轮赛事，赛前排名联赛第6位的勒阿福尔主场迎战排名第17位的特鲁瓦。特鲁瓦降级后表现低迷，上一轮主场2-0击败尼奥尔，迎来反弹，此番做客能否在勒阿福尔身上迎来连胜？竞彩猫专家严翔法乙联赛取得6连红，郝冲法乙取得9连红，吴俊豪法乙豪取12连红。进入严翔、郝冲、吴俊豪等专栏查看法乙串关推荐，竞彩编号016，开赛时间09:22:02。00前进之鹰 VS 阿贾克斯青年，今天共有10场和乙联赛。2018年9月22日凌晨2点，何以联赛第6轮赛事，赛前排名联赛第2位的前进之鹰主场迎战排名第5位的阿贾克斯青年队。阿贾克斯青年队是卫冕冠军，状态非常稳定，前进之鹰赛季初豪取4连胜，占据联赛榜首的位置，但上一轮客场爆冷2-3不敌阿尔克马尔青年队，结束连胜开局，此以强强对话鹿死谁手。竞彩猫专家郝迪何以联赛取得6连红，杨博取得5连红。进入郝迪、杨博等专栏参考何以串关方案，竞彩编号027，开赛时间09:22:02。45维冈竞技 VS 布里斯托尔城，今天仅有一场英冠赛事。2018年9月22日凌晨2点45分，英冠联赛第9轮，维冈竞技主场迎战布里斯托尔城。赛前维冈竞技排名联赛第8位，布里斯托尔城排名联赛第5位，此前双方交手两次均是布里斯托尔城轻松击败维冈竞技，此番布里斯托尔城做客能否继续在维冈竞技身上全取3分？竞彩猫专家吴俊豪英冠豪取8连红，范德彪迎来4连红，
进入吴俊豪、范德彪等专栏，查看英冠串关玩法。竞彩编号024，开赛时间 09:22:02。34图加特 VS 杜尔塞多夫，今天仅有一场德甲联赛。2018年9月22日凌晨2点，德甲联赛第四轮，升班马球队杜尔塞多夫客场挑战斯图加特。赛前杜尔塞多夫拿到四分，排名联赛第九位，斯图加特仅拿到一分，排名德甲联赛第十六位，双方实力差距明显，所以斯图加特能否在升班马杜尔塞多夫面前取胜反弹，冲击赛季首胜。竞彩猫专家边疆取得德甲五连红。进入边疆专栏，查看德系赛事精选串关推荐。竞彩编号029，开赛时间 09:22:03。00维斯卡 VS 皇家社会，今天仅有一场西甲联赛。2018年9月22日凌晨3点，西甲联赛第五轮，升班马球队维斯卡主场迎战皇家社会。赛前维斯卡拿到四分，排名联赛第十六位，皇家社会同样拿到四分，排名联赛第十三位。维斯卡遭遇连败，目前势头下滑厉害，皇家社会的走势和升班马相同，所以做客两队究竟会踢出什么样的结局呢？竞彩猫专家小鱼儿西甲取得四连红，进入小鱼儿专栏查看串关推荐。每日彩蛋025萨索洛 VS 恩波利竞彩推荐，让富